要抢攻台湾小型车的市场，有车商宣布新一代的车款要重磅登台。车商宣布新推出的油电混合车是要迎合台湾的都会小车市场。好，虽然是被归类在小车哦，不过车商强调，在车内绝对是有充足的空间，同时兼具实用多功能。在这一场新车上市的发表会上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，包括车商还特别邀请到了日本超人气舞团担任表演嘉宾。热烈演出。